即将步入大学的他，一切似乎都在朝着美好未来迈进。然而命运呢，却给所有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少女不幸离世后，充满指向性的聊天记录，好友和家人不同的说法，究竟哪一个才是揭开真相的线索呢？难道回家真的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吗？这里是静波的案，我是杰毅，今天要说的就是新加坡李家轩坠亡事件。2024年5月23日下午，浙江宁波，夕阳的余晖洒在街道上。李峰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看着窗外的景色。妻子去世后，他就和女儿相依为命。这些年呢，女儿一个人在外求学，李峰经常两地跑，十分不易。好在女儿已经结束高中课程，还有十多天就回国了。一想到这里，他就十分开心。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李峰接起电话。一瞬间他的脸色变得苍白，电话那头竟然传来一个消息，说他的女儿李家轩在新加坡去世了。李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女儿李家轩今年19岁，他独自一人出国留学，至今已经有8年时间了。今年女儿通过了 IB 课程和考试，即将步入大学生活，一切都在向美好的未来迈进，怎么就会突然离世呢？李峰不相信，他立刻订了飞往新加坡的机票。抵达新加坡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然而直到见到女儿冰冷的身体，他才确信这一切真的发生了。事发太过突然，他不断请求新加坡警方一定要调查清楚女儿离世的原因。警方向李峰提供了当天的监控，李峰得知女儿在事发当天5月23日凌晨4点多独自离开住家公寓，进入邻座公寓楼，并乘电梯到达了17楼，整个过程中没有其他人出现。而在早上7点左右，他的身体在天井处被小区保安和清洁工发现。新加坡民防部队的护理人员当场宣布他离世。经初步调查呢，警方已经排除他杀。然而李峰却怀疑女儿的离世并不简单。据他所知，女儿被发现时身上并没有手机和钱包，手里仅仅握着一枚糖果，这与女儿的习惯完全不符。他怀疑其中另有隐情。他想知道女儿是否服用了药物，又是否遭遇了侵害。新加坡卫生科学局的法医在当天呢，也对身体进行了检验，但检验结果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公布。5月25日，在悼念完女儿后，李峰将骨灰运送回国，安葬在了妻子墓旁。5天后，也就是5月30日，李峰再次去到新加坡，他想查看女儿遗留的信息，希望能从中找到有关女儿离世的蛛丝马迹。然而就在这时呢，一则留言在人群中悄悄传开。李家轩生前的好友向警方提出了自己的猜测，他们认为李峰存在长期家暴女儿的行为，而这就是导致李家轩坠楼的直接原因。5月30日凌晨，李家轩的一位好友表示，家轩第一次提到自己被父亲暴力对待是在2022年隔离期间，那段时间呢，他和父亲经常发生争执，这种紧张关系让他倍感痛苦。而聊天记录显示，李家轩疑似曾多次被父亲打骂，父亲会抓住他的头往椅子上砸，拿拖鞋打头部，用木棍抽打手部，造成不同程度的创伤。好友表示，他嘴唇上的疤痕就是在去年10月被护肤品瓶子打出来的。而另一位宁波当地的知情人士则透露，李峰很舍得给女儿投资，但他的酒品不好，喝醉了就会打女儿。李家轩生前曾说，我又被我爸打了，一个假期比一个假期严重，我真要疯了。而他生前也提到，今年3月父亲来到新加坡期间，曾在小区楼下骂了他20多分钟，又在酒店对自己施暴。好友猜测，李家轩离世前呢，可能已经出现了抑郁情绪。他在4月30日晚上发了一条想妈妈的朋友圈，当时好友察觉不对劲，就问他怎么回事。李家轩表达了自己内心很绝望的想法，他说回国面对父亲让他感到很恐惧，想到之后要跟父亲待在一起那么久，真的很绝望。警方调查李家轩的背景后得知，他的母亲在2015年患癌不幸离世，而在第二年呢，李家轩就被父亲送到了新加坡学习。他的好友孙小姐透露，李家轩在先前就读的国际学校期间，校方就曾建议他接受心理咨询。到了2022年，他转到新加坡加拿大国际学校继续学习时，
这样的建议又被重复了一两次。而李嘉轩患有进食障碍已经有大概三年的时间，他的身高约165厘米，体重从原本的正常范围110斤急剧减少到80斤。虽然无法知道进食障碍的具体原因，但孙小姐推测这个时间段可能就是她遭受家暴期间。不过李嘉轩在与男友恋爱后进食障碍呢有所缓解，在警方进一步调查时，和他交往约半年的男友张晨向警方提供了李嘉轩离世当晚的关键线索。张晨说，事情发生后，他通过多方联系嘉轩的朋友，慢慢拼凑出当晚的一些情况。当时李嘉轩凌晨3点多给好友发去了消息，内容也没有任何异样。当晚呢，他独自在小区高处坐了几个小时，最后才选择跳下。张晨不知道是不是李峰的家暴让女儿产生抑郁情绪，他说交往期间嘉轩的情况逐月好转，也没有了进食障碍，按医生建议进行了每月体检，也都显示他的体重在上涨。然而嘉轩曾多次向他表达惧怕父亲的情绪，也曾多次给他发送遭到父亲殴打后的伤情照片。他似乎非常害怕6月1日毕业后回国面对父亲，甚至害怕与父亲同住。张晨还向警方透露，2023年10月嘉轩曾给他发去了右侧额头被打肿的照片，第二天呢，他再次发送了自己双腿满是淤青的照片，并称之为腿上的彩虹。他告诉男友张晨，父亲将瓶子砸向自己面部的时候真的快吓死了。张晨心中也充满了痛苦和自责，他很后悔没有及时发现女友的异常。那天上午他给嘉轩打了很多电话和消息，但都没有收到回应。后来他问了嘉轩好友，但都没有人清楚他的下落。之后他又去了嘉轩的住处找他，也没有找到。接着他尝试用嘉轩之前留在家里的 iPad 打开定位，查找嘉轩手机的位置，但都没能确定具体地点。为了找到他的下落，张晨第一时间用女友账号联系了他的父亲，却没有接到回复。直到嘉轩的寄宿家庭联系说警察需要见自己，他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被询问李嘉轩是否患有抑郁症等疾病时，张晨表示他不清楚女友有没有做过抑郁症的测试，也没有听到他提起过相关疾病，所以呢，不能给出准确的判断。随着事件持续发酵，国内外不少网络媒体转载各种内容。根据调查呢，人们纷纷认为李嘉轩的离世和他的父亲具有密切关系。人们怀疑他的父亲家暴行为很可能是导致他坠亡的重要原因。然而真相真的如此吗？面对这些指控，李峰坚决否认。他表示，那些聊天记录只是断章取义。面对警方的调查，李峰一一解释了聊天记录中所谓的家暴行为。他说，头往椅子上砸实际上是争执中女儿李嘉轩摔到了椅子上，而拿棍子打孩子所用的木棍其实是挠痒痒棍。李峰承认在教育过程中他确实曾打过女儿的手心，但从未有过玻璃瓶把脑袋砸出鲜红的情况。而李嘉轩暴瘦也是因为服用了减肥药物和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这让女儿没有食欲，肠胃也出现了问题，为此呢还休学了一段时间，到今年4月初才停止治疗。李峰向警方透露，女儿和她母亲一样是敏感皮肤体质，蚊虫叮咬、荨麻疹的过敏症状和轻微磕碰呢都可能造成身上的淤青，这并不是伤痕，更不是家暴造成的。李峰认为女儿朋友和男友提供的聊天记录可能涉嫌伪造，女儿并没有患上抑郁症，校方也从未建议她去咨询心理医生。面对传言说的喝醉了就打女儿的说法，李峰也予以否认，称绝对没有这事。他提到自己十几年前喝酒的时候出过洋相，这件事情很多朋友都知道，但在女儿面前呢，他一直尽力做一个好父亲。为了送女儿来新加坡留学，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每次到新加坡看望女儿也都是住青年旅社，今年3月到新加坡也是如此，这些呢都有记录，他不可能在酒店对女儿施暴。警方根据李峰提供的信息调取了他在新加坡的居住记录，证实事实确实如此。如果李峰曾在小区楼下对女儿动粗长达20分钟的话，监控和来来往往的人都会发现，他可能会被当地法律冠上违反公共秩序和道德规范的罪名，但从来没有人向警方提出指控。于是警方判断李嘉轩好友提供的信息可能与事实有出入，而且警方得知李嘉轩母亲离开后，李峰就和女儿相依为命，他送女儿来新加坡留学是他和患癌妻子商量后的决定，更多是为了女儿学业考虑。
2016年至2020年口罩前，李峰隔不久就会来新加坡陪女儿，之后虽然减少了频率，但他依然关心女儿的学习和生活。而且调查后警方发现，李峰父女似乎一直都保持着比较融洽的沟通，他们几乎每一天都会聊天，分享生活和学习情况，女儿也会把每一段恋情都告诉他，从告白到恋情结束都不会隐瞒。李峰向警察表示，在女儿离世前两天呢，两人刚刚通过视频，视频中女儿像往常一样跟自己讲述在学校发生的事情，没有丝毫异样，所以他认为女儿并没有抑郁情绪。他向警方给出的理由是，女儿在新加坡留学已经有8年时间，起初虽然会抱怨当地的不适，但好在寄宿家庭对她很不错，后来呢，她也完全适应了新加坡的生活。在今年5月，女儿在新加坡加拿大国际学校完成了所有课程及考试，并且陆续申请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等多所学校的本科。她在学业上也没有任何压力，女儿曾告诉她，6月1日就解放了，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而她也早订好了前往新加坡的机票和酒店，准备等毕业典礼结束后和女儿一起回国。她还准备了6个大箱子帮女儿搬行李，两人也早就商量好之后的计划，女儿回国后就去学驾照，如果收到大学录取通知就安排入学事宜。在李峰看来，女儿完全没有理由自我离世。通过整理女儿遗留的物品，她向警方提出了一些线索。李峰注意到女儿共有2部手机、2台笔记本电脑、1部平板电脑和1个苹果手表，但在他赶到女儿住所后发现，除了女儿男友联系自己时使用的电脑，这个已经被警方登记的物品外，其他电子产品和相当数量的首饰财物都不翼而飞了。他与李嘉轩在新加坡的监护人回忆并统计后确认，约有价值5至10万元人民币的财物下落不明。另外，父女俩在本月21日晚上通过视频交流大学申请情况，但他从灯光推测，当时女儿并不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女儿当时在哪呢？她的东西又被谁拿走了呢？更让李峰疑惑的是，女儿坠亡的地点是她居所的相邻单元，两个单元并不相同，为什么女儿会在这里？李峰认为这些异常情况背后可能隐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希望警方对女儿生前最后接触的人展开详尽调查。与此同时呢，新加坡警方也向李峰保证会定期提供最新的案件进度。事情发生后，新加坡加拿大国际学校总校长阿南维斯顿也向李峰发去了文字和音频，表达了他以及学校全体师生对李嘉轩去世的悲痛。他的朋友们做了一本纪念册，记录了李嘉轩生前的点点滴滴，这本纪念册呢，不久后就会交到李峰手上。不过法医的检验结果至今还没有公布。面对花季少女的不幸离世，很多人认为她的父亲李峰是导致这场悲剧的真凶。然而面对人们的怀疑，李峰坚定地表示自己会竭尽全力保持克制和冷静，配合警方的调查，让女儿早日安息。